这是一碗充满爱心的结缘面，只要在面食区画上圈圈，任何人都有机会享用。只要他想要吃素都可以吃，所以没有说任何的阶级，或者说他比较贫穷，或者说他比较有钱。提供结缘面推广素食这样子，希望能够就是有机会，然后就是未来要像老板一样能够回馈这个社会。从去年三月到现在，这家餐厅已送出2334碗结缘面，目前有200多碗结缘面等待有缘人。三餐不济的人，那他跑来我们这里说，哎，可不可以让我们吃个面？我说没问题，可能肚子很饿吧，一个人点了2碗，那我们还是提供给他吃。给一些有需要的人，或者是想要吃的人，不吃素的，他想要吃素也。结缘面的效应不仅让需要被帮助的人能够饱餐一顿，也让顾客有机会结善缘。谢谢你的爱心，谢谢。很感动啊，因为我觉得台湾其实有爱心的人真的很多，然后需要帮助的人也很多，但是需要帮助的人不一定会主动的去就是寻求一些管道啦，或需要帮助。老板说，结缘面不是上对下的施舍，而是一份良善的循环。当你有能力的时候，你也能贡献一碗结缘面。带新闻林思文、邓明仪花莲报道。